第九题，假设四个人的重量，胖虎是60公斤重，静香36公斤重，大雄45公斤重，小福40公斤重，下列何者所受的地球的万有引力最大？我们晓得，我们说一个质量一公斤的东西，它的重量是一公斤重，意思就是说它受到的地球的万有引力就是一公斤重，所以谁的公斤重越大，就表示谁受的地球的万有引力越大。那我们可以，他给的数据当中，我们知道胖虎的重量最重60公斤重，所以呢，第九题的我们答案要选 A， 胖虎。问我们何者受到的地球万有引力较大，我们答案选 A， 胖虎受到的地球万有引力较大，因为它的重量呢是最重的。